我就很想要进国家队了的，然后在击打我们太多好的 player 太好了，然后我们是另外一个 club All-Star 的 club 嘛，这个 Saw a Bell 他知道了这个事情，因为他也是打球，他是哥大的，说哥大太多 top player 了，说我们是被对付那种，我跟另外一个啦，说另外一个人呢，他就转去斯兰莫读书了，然后他就代表斯兰莫嘛，因为斯兰莫没有什么好的 player 嘛，说那时候他的爸爸是我爸爸的老板嘛，说那时候他就叫我爸爸带我去那边读书咯。说当时我也是很怕啦，做这个决定。但是如果我进国家队，我再待在哥大 team 的话呢，我是没有机会了，我是没有机会去国家队了的。所以我就去哦，我就去雪兰莪决定去那边读书。我住在马努利啊，我住在马努利啊，这拉斯马努利啊。然后我练球在甘榜阿达。然后我读书在 BJ 的嘛，BJ 拉萨，我读在那边，所以是在哲大去拉萨是很远的，所以我很少去读书，我去那边读书，然后读了一年还是两年，然后我就进去，那时候我是在然后我跟我朋友那个是我们是 top player 咯，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去 selection 咯，去 selection 咯，所以我就有去咯。就是 selection 那时候那个 Bukit Kara 的 court 呢，它的 lighting 呢，它的灯光呢，它的个灯光就没有这样好咯，就埋怨咯。其实如果打起来呢，我是因为他那时候他选1到8还是1到6，我是有的排的，但是我就一直埋怨那个灯嘛，然后一直打连 game 的时候打，输了，然后我就排应该是排13、14、15这样啊，最后啦有15个人啊。然后就没有得进哦，然后就没有得进哦，然后我又再回去 state 那边练球哦，又在打，又在打，然后打了，然后那个我一个朋友就是云天豪，他搬了一个叫阿雄的，他们就去打 Asian Game，因为去打 Asian Game。我还没有进国家队的时候，我们时常有去打那种 state 的比赛嘛，说教练也是有看的啦，那些球员可以打，那些球员不可以打，说他们去打那个 Asian Game 哦，然后就输了，然后教练看到好像不对路这样，这两个板凳好像不能这样，所以他就拉那个阿雄出来咯，然后他就云天豪，然后他就来找我咯，那个教练就来找我咯，然后就问我，你喜欢打球吗？他问我。我讲我是喜欢打球啦，我讲，但是我是不喜欢练球啦，我讲。你不喜欢什么？我讲，我是喜欢打球，但是我不喜欢跑步。我跟他讲，讲哦，所以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我现在要给你搬到云天豪，我要培养你，不，那是几个月吧，几个月时间。他讲 OK，然后他每天，因为那时候还不能正式进去那个不给教练嘛，所以他就每天来载我，没来载我去打球，然后跟我聊天，然后请我吃饭，培养我，慢慢培养我。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进国家队，那我是半国家队罢了，因为他也不能直接拉我进嘛，因为还要经过人家的同意嘛，要经过 management 的同意嘛，所以我就打咯，每天去练咯，练，就反正也然后练咯，然后就第一次去打 Asian Junior，我又输了。八强就输了，那时候输给中国，所以就 prepare 那个 World Junior 咯，prepare 了 World Junior，然后那时候就赢了咯，赢了我就正式进国家队了，就是这样，就是正式进国家队。然后那时候我17岁咯，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我也是打赢世界第一啊，然后跟很多好的选手，因为我们是我是。比较属于有天分的嘛，说我跟着他们在国家队的好的系统训练就，可以去跟世界各地的好手打球这样，我是这样进国家队的这样，故事完毕哦，就是大概是这样啦，我是故事长，但是缩短来讲啦，我那个教练是邦杰将，
番茄酱现在我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呢？那个番茄酱啊，你们应该认识啦。如果你没有看电视机，应该认识了啊。他以前工钱也是3000多块吧啦，那时还没有结婚啦，他单身嘛。然后他就有啦，请我吃东西啊。然后有时候也是没有钱嘛，就他的那个车每次放3000的嘛，他就拿出来喽，啊，请我吃饭喽，这样喽。然后到最后我住国家队是因为他吧，这样哦，住国家队因为就不要讲了，这个话题就有一点敏感哦。但是他是我的贵人呐，他是给我机会，把那个于天豪给我机会去国家队啦。然后跑步嘞，跑步我每次跑最后嘞，我每次跑嘞，因为我是爆发力型的嘛，我跑了，然后到最后我跑慢的时候。打给我是不到，他也是没有发我，所以我的朋友全部那个阿果亮啦，阿果亮啦，很多啦，很多那些跟我们一样 batch 啊，都很不喜欢我们的，讲我们每次跑最后，但是教练没有罚我们，他们跑最后教练就罚他们，哎，我讲没有办法啦，我也不懂讲 balance 啊这个东西，所以有一边重一边轻哦，所以朋友都不开心哦，我们的队友那些。现在你有请他吗？我现在很少遇到他了，有机会是可以请他喽。现在没力气表了，还早，现在还早，还没有。然后我跟 KKK partner 呢？OK，有人问啊这个问题，我跟 KKK partner 是因为之前张忠明也是我新人啊，胡金杰也是我新人啊，说之前的时候。他们就班那也是打得很好，然后 Yakimo 那时是总教练嘛，Yakimo 也是有跟我讲啊，有 Lexi 跟我讲，到时候你现在18岁嘛，多2年、3年还是4年，我会给你办那个 Queen Gate 的，我看你跟 Queen Gate 应该是可以去的，所以我就期待这个机会哦。说那你知道，在我十九岁的时候，然后突然间那个 Queen Gate 班那个张忠明啊，他的爸爸去世了哦。说他不能去打比赛，那时候是打 Japan Open 嘛，所以就换我的名字去咯，换我的名字去咯，我就搬了 Queen Gate 咯，try 啦，那时是 testing 哦，testing 第一次，然后我就打赢很多世界好手了，所以我就进了 final，要不然就拿第二名哦，那时候我就是management 所有人就决定给我搬了 Queen Gate 咯，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打。教练不是挑触碰啊，不是啦，陈老师双打是，对手经常犯规开球太高玩错，有什么对啊？没有啊，就是你跟朋友打的时候就特别准备多一点哦，因为你跟他打的是没有 empire 嘛，没有 empire 来说，你也不能防他的啦，对不对？